火星游乐园。门票，火星奇境乐园，像地球上那样的游乐园吗？没错，不过因为是建在火星上，所以游玩体验完全不同。我想你们会喜欢的。对了，它就建在水手峡谷上。那是什么地方？美国的大峡谷是地球上最长的峡谷之一，而火星的水手峡谷的长度足足有10个美国大峡谷那么长，深度也比美国大峡谷要深很多。所以太阳系的最长峡谷就是水手峡谷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吧。陪我玩冒险屋吧。
我要陪着胖熊，他刚刚玩蹦床把自己弄晕了。嘿嘿，胖熊，我们一起去冒险屋吧。等一下，让我考虑考虑好吗？蹦蹦龙，快放下他。跟我想象中的冒险场景简直一模一样。胖熊，这只是……我们现在是在哪儿？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方向了。这情形我好像在哪见过。真正的冒险开始了，是怪物，快跑啊！胖熊，先不要慌，这里是游乐园，最多只是乐园道具而已啦。你们先冷静，我去调查一下。啊，原来如此，这里安全了，大家过来吧。这是什么？机器人吗？他好像待在这里很久了。这是老款的火星车，这些是他受损的指示灯和电力指示灯，看来他是被石头撞击后自动唤醒了。为什么这里会有一辆坏掉的火星车呢？凭我多年闯荡冒险屋的经验来看，这应该是游戏里的一位非玩家角色，简称 NPC，他的身上很可能就藏着通关的秘密。这么说，他能带我们离开这里了？我先试试能不能修好它。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不不。百变装甲合体，超能救援，出动。发现问题了，原来是电量耗尽进入了休眠状态。哈哈哈，这太简单了，只要给它充上电就好了。充电完毕。NPC 进入角色了。嘿，你好啊，方便问一下你的工作任务吗？你好。由于长久失修，我的任务信息丢失了。那你能带我们出去吗？这里的地形已经发生变化，我的旧地图无法使用了。还是我来探测一下周围的地形吧。经探测，前方道路可以勉强通行。那我们先往那个方向前进吧。哇，这里居然有过山车，太刺激了。等下，这过山车也太老旧了吧，你们还是先到我车厢里会安全一点。没事吧？我们现在好像在峡谷底部。我想起来了，
我的任务地点位于峡谷最低处，这里就是我的任务地点。太好了，嘿，请问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凿开地面。凿开地面？对了，究竟地下有什么呢？凿开，凿开。这样就能完成任务吗？好吧，那我就试一试。不过我需要联系米莉老师启动升级才行。你们玩得怎么样？米莉老师，我需要开挖一条地下隧道，需要你的指示。开挖隧道？这是什么游玩项目？米莉老师，开挖隧道我们才能通关冒险屋。冒险屋听起来好像好刺激。好吧，补补，立即传送升级，就让我看一下有什么升级道具可以给补补吧。有了，就你了，电钻加独角鲸，完美结合。百变装甲融合升级，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波波，超能救援，帅气登场。独角电钻启动。哇哦！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是？难道？姑姑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是水？哦不，是冰！百变校巴任务完成，布布。水手峡谷底部有一片冰形态的水资源存在呢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来火星是要寻找水资源，这是地球中心交给我的任务。这么说，刚才经历的那些不是游戏？那是一次真正的冒险，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任务。真正的冒险？哇，太棒了！一起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。热水警长在这里，咕咕咕咕咕咕。无畏船长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会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在眼前，我们勇敢向前。